站在店门口就可以看到数座放有虾兵蟹将的水族箱。蜀二兰最出名的就是浓缩了大海鲜甜的海鲜火锅。若说起这家海鲜火锅的店名，其实就是来自圣经的故事，或许会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啊，不过还是先把你的眼镜给戴好吧，赶紧来享用美味的粥火锅。加入豆皮以及红枣的白灼汤头，再放入带有蟹膏的新鲜螃蟹以及海鲜食材，一起来烹煮，不难想见煮开之后的滋味会有多鲜美。吃完了生猛海鲜之后，可别急着把汤通通给喝光，还有浓缩了整个汤底精华的杂炊粥还没有上场呢。